宋华，我不知道你是人是鬼，但是我知道你一定就在我身边。我知道我错了，但是我不怕你报复。今天是你的生日，你每年生日都是我陪你过的。今天我就跟你过最后一个生日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宋华，你的报复够了，今天我们就把一切都了结了吧。一下都到齐了，真棒，真棒。我记得以前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真的很开心，我说过以后每年生日我都陪你过。好感动啊，差点被你感动得哭了出来。你终于出现了，孙子回来了。放开我。奶奶，你回房间去，这里不关你的事。今天我是来找这个贱人报仇的。你放开我。你以为你死了就能让我感动了？你以为我死过一次还会像以前那么天真吗？我告诉你，你说什么我都不会信的。我这一次一定要杀了你。我坐在这儿，我就是在等你，你动手吧。现在动手人还不够吧？给你的奸夫刘涛打电话，让他马上过来。我不打。我再和你说一遍，打电话给他，你到底打不打？不能杀。奶奶你闭嘴。不能杀。不要说了，这个贱人要杀我，他伙同他的同伴来杀我，你为什么还要护着他呢？好，你不打我打，我打。双喜奶，我打，我打。好了好了，你现在可以杀我了，动手吧。呀呀呀！真是夫妻恩爱呀，自己的小命都不保了，还护着他，我要杀了你！不管刘涛的事，这都是我的错，你动手吧！我告诉你，白景，杀你是一定的。你那些好姐妹全是我杀的，全是我杀的，你也跑不掉。还有刘涛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不管刘涛的事，全都是我的错。你要冲就冲我来。你要来，好，那么想死的话，我成全你。宋华，你不要这样。不，奶奶，你滚开。宋华，你放开我。我告诉你，白姐。我绝对不会让你这么轻松的死去，我会让你用更痛苦的方式死去。死啊，死，都他妈的死！死！宋华，我求你放开我！宋华，我求求你了！你害怕了吧？你就当是做了一场梦吧。
有话。这么一场好戏，怎么少得了你啊，刘涛？你的账我也跟你一起算吧。你跟我算，你跟我算，那你欠我的账呢？什么账啊？你指的是那个贱人给我的10万块钱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一分都没有拿。你没有动，可是你知道那个钱是给谁的吗？是给了你奶奶呀。白静从来没有告诉过你，你奶奶的病。你奶奶是一个非常善良的老人，她想瞒住大家，不想告诉任何人她有病。可是她半年前，她晕倒了，刚好给白静看到，她才告诉白静她的病情。他们因为不想让你担心，所以从来没有告诉过你。说我，你从小没有父母。也没有钱，刚毕业什么都没有。你奶奶根本就不想给你增加任何的负担。那白静只好来找我借钱，去治你奶奶的病，你知道吗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这一定是你们骗我，你们集体编的谎言骗我。白静，我杀了你，你怎么也跑不掉。淑华，淑华，听我说，淑华，听我说。那个时候，白静怀了你的孩子，因为你的行为导致她流产。这个对白静造成巨大的阴影。他们失手杀你，是他们的错。可是你自己有没有检讨你的所作所为？我自己的所作所为，我不会。不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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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会。警察，宋某，你真的以为棉知道你所有的计划吗？事情呢就是这样，然后你可以担心，一切都会好。宋某这边真的没鬼，你到底跟人家说了什么？啊，说。那怎么办？不会，不会！你的计划，你的计划很完美，完全把我骗了。但我告诉你，刘涛，你也不是什么赢家。我的目的。目的是要全部死死死，包括你在内，你们全都要跟我同归于尽。你别再害人！放开我，刘涛，我不会放过你们的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不会放过你们的。